哎，大家好，大家好，我是 LA 小皮蛋啊。今天跟大家聊聊天。其实呢，在国内呢，也生活确实也不容易，因为呢，国内呢那些物价上涨，普通老百姓呢收入也特别低啊，特别有小孩的时候呢，那个读书啊，还有很多很多的费用，这样呢也是不容易，就是在国内的生活也的确也不容易啊。就是夫妻两个出去啊工作，也就是六七千块钱。那六七千块钱呢，那在国内呢，生活的压力也很大。那还有小孩呀、上学呀，这个费用那个费用，所以很多时候呢，还是要父母呢，还要都给予一些支持，资金上的支持啊，省吃俭用的，也是要帮帮忙的。啊，所以呢，就是国内的，而且呢，现在国内呢也是贫富很悬殊，这个也大家也知道的了，穷的更穷，有钱的更有钱，所以呢，也有了很多攀比，就是互相攀比看见别人，挣了很多钱了，自己又没本事，这个在国内呢，都会有这种浮躁的一种心理，所以很多时候呢，也会产生一些失落，觉得没有看不到希望，那有些呢在单位那里的，而且怎么工作都没办法能够有上升的空间因为人太多，有一些好的岗位不是你一个人，而是很多人都想到这些岗位去工作虽然呢国内呢竞争很激烈，所以呢，大家都很多应酬，你就不管你有钱没钱的，现在国内呢，你看还是一样的，那个歌舞升平，去卡拉 OK 去吃饭现在还流行呢，AA 的了，就是可以很多很多一些娱乐，虽然国内压力非常之大但是呢，起码呢，都有一个给你一个放松的地方，就是你白天你工作很累，那你晚上还有一些朋友聊天还去一些娱乐场所去这样就可以就把一个人呢就是那种不愉快的就是通过这种方法呢也可以减轻一下人的一些压力，这样。那在美国呢，那其实呢压力也有的。我已经拍了个视频，一样有，这个压力很大。在美国来说呢，你要个一个家庭的开支的话呢，真正算起来要五六千块钱美金，都还是不够，五六千块钱美金还是不够的。因为你要租的地方租房子你都要一大笔开销所以呢，不是说在美国就没有压力但是这种压力来说呢，美国，那你说怎么应酬呢？你人都不熟悉，没有朋友，没有亲人。那你应什么酬你没有酬，你要快乐你也找不到朋友跟你快乐，你到华人街算是人多了，但是人影都没有一个，所以你在美国来说呢你怎么个买豪车买别墅，没人看，为什么？没有那么多人看得见你，没有攀比，因为你人都不认识一个就何来一个攀比所以你说你是寂寞寂寞在国内呢，他是攀比，他是应酬你总得有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候。也有一个有时候也有失落的时候，在美国，你也别想有激动，也别想有失落，
还有呢，男人跟女人是不一样的，在国外是不一样的。男人一个就是女人，男人愁什么？一个是女人，一个是钱。男人呢，其实很多时候为事业去打拼，都是想得到人的认可。那在国内啊，你做点成绩，哎，网上哎交些朋友，哎祝贺祝贺一下啊，你就觉得你自己有一个小的成功。你在美国呢，你就是打份工你叫朋友出来啊，朋友也不会跟你出来啊，大家都要干活，你不干活，在美国的压力很大，所以又累。所以你叫人家出来，啊，很多人都不愿意出来，所以说美国没有应酬，没有攀比，你根本这句话说这句话的资格都没有，刚才我说了，亲人也没有，朋友也没有，什么人都没有，那你还攀什么比啊？你买件名牌，走在华人区那里，一个都不认识你，你买什么衣服去逛啊？就说你买个什么表啊，名牌的，你都没人看，因为人家不熟悉你嘛，不认识你嘛，你就没有这个土壤啊。对于男人来说呢，男人是最怕寂寞所以。在这些地方，所以很多男的呢，慢慢慢慢呢，就变成麻木了，麻木了，随着时间的长，那麻木了，所以变成了有时候也变成了一些不正常，不正常的，女人不同，女人呢，她在国内，她要讲求的是年轻。讲求的，就是能不能够吸引男人的目光在国内竞争很大女人竞争很大但是来到美国海外这些地方男人多女人少，但女人呢她吸引的眼光就多了，所以她在美国来说这个是有价值的因为毕竟是男人多女人少嘛，是吧？那所以呢，就是女人呢，一般呢，在这种情况下呢，她也是寂寞，但是呢，起码心灵上还有一些满足感。那作为一个男的，有什么满足感挣钱比不上女人在美国来说，所以早几天有一个人去工作去做按摩，很多都找女人，因为女人比较少嘛，缺女人嘛，所以女人就显得很重要了，所以他们比男人的生存环境就比较多一点，那男人除了要干体力活之外。那还有什么所以男人呢对男人来说呢并不是好事情因为你不是说做一个孤独的男人嘛，一个男人在一个孤独的地方，在一个比较孤独的地方，对男人是非常不利的而且呢，男人需要冲锋陷阵就说像在国内的就是能够在这么多人群之中呢，你脱颖而出就显得自己真的是很有本事。那样你要来到美国人都没几个，但你拼命的挣钱都没人跟你去分享的，所以呢，很多人说在美国呢，人情。冷淡，人情很冷淡，没办法，大家互相都是没亲没故的，那说什么，
有什么那种那种感情是深厚的呢？还不是各顾各的咯，就是这么现实。好了，今天我就说到这里哦，谢谢大家。